主料紫菜一张，鸡蛋三个，辅料菜脯一条，葱段盐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备好鸡蛋，将紫菜切碎小，再备好菜脯，鸡蛋打散，加入适量细盐，热锅加油，将紫菜泡在蛋液，再加到油锅内，大火煎至蛋液三面凝固，再加适量葱段，转小火煎透，再翻面煎至蛋饼的另一面脆黄即可。一透香酥可口的紫菜蛋饼完成。烹饪技巧：紫菜一定要切碎小，用剪刀剪更容易。紫菜吸收了蛋液，一定要上火煎透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